同埋咧，我想講咧，我要嗌阿嘉瑜一聲老師啊，因為喺後台嘅時候咧，我見好用心咁樣咧，同佢嘅學員喺度鼓勵佢哋啦。好啦，不如我哋事不宜遲啦，我哋有請陶嘉瑜。也同样落也不可能，难道
完再去同嘉賢。好啦，咁啊，講兩句先，係咪可以講兩句㗎？好，係唔係我都講㗎啦 ？OK， 多謝。咁啊，我覺得好犀利，我覺得原來哇！即係上次在九龍城廣場嗰陣時候，我已經覺得好犀利。今晚覺得你哋更加犀利。我頭先同佢哋喺參賽者後面講咗幾句説話，其實都係等於我在中年好聲音嗰陣時候，我自己即係自己同自己講。其實因為我哋有很多不同的評審，大家可能音樂係好主觀嘅，每一個人有自己喜愛嘅類型，喜愛嘅歌手。其實攞到幾多名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係你哋準備好。可以留下好的作品在这个舞台上面，给你掌声，你们好 ，Thank you， 下次见。好，多谢嘉瑶，多谢嘉瑶，啱啱留下了一首很动听的歌声俾我哋，系咪啊？咁你都。